是你自己说你没钱，我才给你转的钱。我还没进山呢，就给我弄个进山去。哇，你也太坏了吧，老板！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骗人家六万，你才给我30块一单，你这么抠！你赶紧闭嘴吧，这花。他还骗我，你还骗我！猛男受伤落泪，看牧童如何帮他反击。喂，你好，你有点陪玩吗？还有人呢，就两个嘛，我要三保一的。可以啊，我再帮你整一个。七叔，你看行不行，老板？91车。行。你看，老板，你看左这边好多俱乐部。好好打，打得好的话，我就给你们送单，好吧？尽力，尽力。搞一下这个设置。我男朋友玩上我号来着，然后就给我搞乱了。你然后是拿给你朋友代打吗？没有，是我男朋友。那你咋不跟你男朋友一起玩呢？他在忙，他在开会。打完这局游戏后，他男朋友来了。你要不那个小虫子，你先走吧。小虫子是谁啊？小虫子是谁呀、啊？你先走吧。行，好，笑死了。我男朋友来了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一会儿我男朋友来了，你们不要说是陪玩，就说是朋友。好，没问题。Hello， 宝贝。Hello， 朋友。Hello， 老终于忙完了，好了，开吧。最近我看不是多那个苹果15了吗？啊，我最近没有看，我最近不是一直忙着跑医院吗？那你到时候发布了，帮我换那个新手机吧。那好好保护我宝宝。我们两个才玩一局，你怎么能让我帮你办事呢？不是，我让你保护我家宝宝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真是，他骗的，他让我不要暴露，他自己在说的，真的是有点暴露了啊。那你不敢说，要去切掉吗？啥东西啊？你们在说？啥玩意儿要切掉？一号，你要切啥？不要乱问，好吧 ？OK OK， 好的。现在用药控制一下，看能控制住就好了。控制不好的话，就要手术的。你生病了，他俩都不知道吗？朋友吗？就是刚才玩游戏才认识不久。我还以为是你现实朋友呢。你要是没钱了，你就跟我说，我这几天开工资之后给你。嗯，好，谢谢宝宝。你好，真的是酷。今天你们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今天雨下的老大了，外卖一点都不好送。下雨天不应该点外卖的人更多吗？点外卖的人确实是多，但是也不好送。你是送外卖的吗？还是开外卖那种就是自己招人？我肯定是小哥啊，我哪有那么多钱还开公司？那你平时都开会吗？不开会啊。这时小姐姐上完厕所回来了。我都上完厕所回来了，你们还没打完。二号，你一天能挣多少元子啊？100-200。一天挣100-200，那你要给一号花多少钱？肯定都给他呀，他要吃身体啊。都给他，我懂了，他瞄的这个女的，拿他的钱来花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明天会发物料的奖金1300，我自己留100，给你转1200吧。行，那你那100肯定够的呀，先把病先治好了呀。你到底得了啥病啊，一号？我看严重不，要不给你捐点呗我。没事，他有我呢，那太严重，就是急性阑尾炎嘛。哦，阑尾炎啊。但是他一直他不去切。他不去切，那不就可以天天坑你钱吗？那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切掉比较。对呀、啊，二号，我觉得他可能不去切，是因为你没去现实生活找他。要不你去现实生活找他，带他去医院把他切了。你工作再忙，这个事情得陪他，知道吧？你带他去医院把他切了，他可能想要陪伴，你要陪伴他去切。医院的话，那也不可能不花钱吧？我还得送外卖。你外卖嘛，你可以到他的那边那个城市送呗。那太远了，关键是主要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太多钱，我花呗、借呗都已经都借了40000多了，身上也没钱了。哎呀妈，全给他了。谁让他把病治好啊？切个阑尾炎这么贵啊？想到你切了多少钱？我当时切的时候是10000多吧。又有说话没？能听到，能听到。哇，我要崩溃了，又卡掉了。哎，他根本没卡掉，他这把就一直卡掉，他在装，就想换手机。哟，司机。那个老板呢？我把你男朋友踢了一下。老板，你有病？你到底有没有病啊？哎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好吧？你才有病。原来老板你没毛病，行，我懂了，老板。そうですね。那我把你男朋友拉进来。哎呀，这个女的，兄弟。这回你慢点。四号，女孩子最主要的就是想要陪伴，你可以去找她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带她进手术室，给她割了。不是，怎么哪都有你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哥？我这不为你好吗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这把我带你刺激四号，咱们加个微信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有空一起玩呗。可以。我又可以。
对，你明天还要挣钱，你早上起来早，赶紧去睡觉吧。没事儿，那陪你玩会儿呗。哎呀，小哥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你那个罗森明天还要工作呢，我加你游戏好友了。那你去休息吧，小哥。赶紧的，把他踢了，让他去睡觉。你看，你女朋友都心疼你了。小哥走了以后，那有毛病吧你？我们太宽野了吧？我怎么跟你说的来啊？就阴阳怪气的，这个那个的，一人我听不出来。我一会儿拉个男的进来，那是我对象，不要给我乱劈劈。你又让他回来呀、啊？你不让他睡觉吗？别管那么多。另外一个。哦，又来一个对象啊！你有病。哎呀，等你晚上了，宝贝。这不在玩啊？这不跟朋友在打吗？不，刚忙完。你今天累不累呀、啊、宝贝？累不累？是不是心里想着我就不累啦？累不累？有男人缘好点了没有？啊，我今天去输液啊，那个护士、气死我啊，他给我扎了，去他们那里吧，给我手上扎的都是血啊，然后没有扎好。他那个老护士，心腹中血。千万别找那个实习生给你扎的。你咋不去割呢？你是不是一直输液哦？不行了，要去割了，知道吧？不是你管那么宽呢？你喜欢动刀子啊？你喜欢动刀子，你过来来。你喜欢被打针？主要是割了就会好，天天打针也不是办法，费钱，一个月才几天，他给你转了2000的。因为我害怕刀子，我害怕动刀子，就干嘛、啊？你心疼钱啊？那钱比我重要是吗？这句话，女人的必杀技。没有。来。上车，老板。哦吼，说错话了。3号，3号，走，3号。为啥管他叫老板呢？因为我觉得他有女老板的气质，你知道吧？别那么多废话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我和你才第一次打游戏，你别凶我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他们叫你老板啊？谁知道，神经病呗。你是不是告诉我，你是个捡配玩的？我闲的呀，我点这样的陪玩。哎呀，这个男的比上个男的出面。谁家点个陪玩在这里还跟我干仗，还跟我抢东西，还……老板，算了，我不陪你演了吧。老板，我给你东西，你要啥？老板，你好坏哟、哦，我好喜欢。怎么还有钱点陪玩啊？你不是说你没钱吗？我没有点陪玩，他神经病吧，这个人。老板。玩这一把，我要不等会儿把钱退你100吧，我就不收你200块钱一单的。你也给我下了一晚上了，送你的啊，这一单送你。啊，你快点给我发钱，我收不到你钱，是真的啊。我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钱点陪玩啊？200块钱她都没钱，你们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他真的是我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他给我下了很多单呢。最近号你不要乱说话好吗？好的，老板，那我不说话了，老板。行，啊，老板是吧？然后去钱，等着我一会儿去投诉你。啊，你承认了？你看吧，小哥都承认了，我就那点的陪玩。老婆，你不是没钱吗？你说你的阑尾炎，我给你那么多钱，我天天开挖土机。你是开挖土机的呀？那你开挖土机应该比送外卖赚钱吧？加班，我让你点陪玩，我给你转了6万了，老婆本。挖掘机都干冒烟了，然后6万块，给我解释一下。我没什么出去，那你为什么骗我呀？都是你自己恶意的呀，我瞧不你了。你这把为什么骗我呢？你自己多不多的给我转呗。是你自己说你没钱，我才给你转的钱。我还没金山呢，就给我弄个金山去，伤脑子。哇，你也太坏了吧，老板！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骗人家6万，你才给我30块一单，你这么抠！你赶紧闭嘴吧！这光你还骗我，你还骗我，居然骗我！我操你个老板！你这么骗我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操这哥们儿，你他妈的！这哥们儿把嘴都干秃了！你什么手？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陪你玩了，我觉得你好坏呀，有些话我都不想说。这老板你在吗？你是觉得我想跟你玩吗？我这里有个外卖朋友，他想进来玩，你看，哎呀，我愿意你做你的陪玩，那我走了呗，那我走了吧。什么外卖朋友？我这边有个外卖朋友叫我一起玩游戏，我觉得这个老板我不想跟他玩了，走了，拜拜。那我去给他留言了。好，剩下的这个得看他自己了啊。